况是，对不对？还需要泼水吗？我们就有更文明的做法，就我们做到了。你说把太阳遮住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哇塞，真蛮厉害的哈。但我知道有个男人比太阳更炽烈。我们欢迎世杰。真的可以吧？他不是在做效果，他真的吓到。耶，你知道为什么叫你出来吗？因为我忘记我们还有一首歌。没关系，你就先出来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今天真的很热，让我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团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说那种早上升旗的时候，不是，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团的时候，那时候天气还没有那么热，对，但是呢，以前有以前的好处，现在有现在的好处，现在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现在好处是现在有社群软体，哦，对，希望大家。还没追踪我们的，可以上 IG 跟 Facebook 搜寻 ICBOL 冰球乐团，帮我按个追踪，谢谢。好的，可是我觉得没有社群软体的时候比较快乐哎。你是有人有同感吗？但是又会一直用，对不对？烂死！以前有社群软体、跟我一样啊。以前你想要讲坏话，对不对？以前社群软体都比较小圈，偏绅士。你是要讲这个吗？好啊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这是一首极慢歌，哦，极慢歌。我得先说它没有很适合洒水，大家不要期待，但大家可以跟着唱，嘴巴可以尽量张大唱，因为这首歌不会洒水，所以你嘴巴张大不会有东西进去，好，它有没有沙子或虫就不一定。啊，讲这个美好的午后，那边有很多小朋友，我刚在那边看。就那个气球城堡，大家如果觉得这边厕所排队很辛苦的话，那边好像也有厕所，而且蛮多的。我相信小孩子上不到那么多，他们可能在气球城堡里面就解决掉了。哇、wow ，他们有尿布啊？放尿布，他还没学会嘛？还没学会嘛？那现在这首歌就是现在唱他们这个话题很适合这音乐。对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十八禁的，反正他们也听不懂。那赶快长大。现在小孩很早熟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没有什么机会去气球城堡玩，你可以继续谈。哦，我刚以为说社群媒体。是，没有说都波姐。小时候就长太大只，就没有办法去那里面爬。但是我看到这些小朋友蛮羡慕的。但是我也看过蛮多新闻，就在那种东西，去游乐设施里面发现大便。你有看过吗？好，但我想要有个说法，不是那种就是。公共泳池是最早的性别友善厕所，很爽哎，很爽，好凉哦！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接下来这首歌了。这首歌关系大，通常是可恶，通常是在一个比较微醺的夜晚。但这样也好，随便啊。但接下来这首歌最后喜欢我。